那韭菜。你好，帅哥。你要不要小心？送你两个小心。你怎么养啊？你天天要上学，起得还那么晚，吃饭还让人喂，你怎么要啊？你要了谁喂他？谁养他？我喂呀。你谁喂？我喂。小鸡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吃什么？还有虫子。这时，老板拿些虫子给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对小鸡的喜爱战胜了虫子。啊，你不能钱呀！但是不要钱，送给你。这个是我吗？当然了。回去好好养好吗？知道吗？啊，叫他喂草，找大小改就行了。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很听话的宝宝，无论我跟他说什么，他都会对我说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然而今天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糖糖，家里没有水了，你们去买桶水回来吧。确定有了。是的，没错，他开始跟我讲条件了。来一根棒棒糖可以吗？就这样，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。你慢点。哎呦你妈！天哪，快放下！你可真行啊，这么一大桶，你让糖糖自己拿。自己需要拿的，别说，力气真不小，辛苦。你可以帮我调吗？当然了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给你。这是什么玩意？就是一葡萄。你干什么去？没找到吗？你在跟我在干嘛呢？陈丹，快过来，去帮我买瓶醋。好的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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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种啊？我送给你一盒，可以吗？谢谢老板。你这是掉泥坑里了吗？我刚铺好的泥。妈，这是你一个小红花。谢谢。对了，我让你买的醋呢，给我吧。我去了。糖糖，快过来！你去买份爆米花，咱们去看电影。好的。半小时后。回来啦！你从哪弄的棒棒糖呀？我自己买的。那我让你买的爆米花呢？快走了，回家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也不说一声，我可没做你的饭。不用你做，我自己带来了。你小心，我这你就知道，这是大西地牛排，谁知道你喜欢吃，可以给你买的。我可以，我来。我问问你，什么小姨掉河里，你是先吃牛排还是先救小姨？吃牛排。啊？救小姨。